上路上路。打野你干嘛呢？哎呀快点啊，快点上啊。又玩游戏，你成天的不知道干点啥。哎呀我不玩游戏我干嘛呀，忙你的吧。打野去切后排呀、啊。败家娘们儿又没给我做饭，我成天干活这么累，他连个饭都不给我做，我要他干啥？哎呀，再来一把，再来一把，他们太坑了，不带他们。你这一天到头的到底在干啥？玩游戏啊！玩游戏，玩游戏，一天到头就知道玩游戏，连个饭都不做。哎呀，你自己想吃自己做呗，我没空。哎，我选中路，你选什么？我算是看明白了，我这是找了个祖宗啊！哎，我去上路干嘛？去上路干嘛？快快快，集合了，集合了！这日子没法过了，咱们好聚好散吧。你想怎么样好聚好散？离婚。这是个渣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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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个渣男。不是，你说我上个厕所，你都不放过我啊？这是个渣男，这是个渣男，这是个渣男，这是个渣男。这是个渣男，这是个渣男，这是个渣男，渣男，这是个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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渣男。哎，那个啥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跟你提离婚，我跟你道歉不行？哎，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呀。哎呀姑奶奶，你这一天24小时的不停，现在都追到我公司里来了。哎，你是让我失业吗？想啊，让我原谅你也可以，但是你得回去给我做好吃的，这两天我都饿瘦了。姑奶奶，你现在多少斤了？我都瘦到140了。